12月26日，林心如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张蛋糕的照片，为霍建华庆祝42岁生日。林心如十分用心，为此专门定制了拳击手套的蛋糕，造型精致可爱。她还为老公送上了朴素的祝福，希望他平安健康、开心幸福。这段表白透露着甜蜜，疑似一家三口一同庆祝。林心如和霍建华结婚已经5年了，感情一直都特别好。在霍建华的支持下，林心如的事业也取得了很好的成就。近期制作的《华灯初上》收获了较高的口碑。夫妻俩结婚后十分低调，尤其是霍建华为了照顾家庭和女儿，更是甘愿淡出了演艺圈。林心如还在采访中透露，霍建华变身女儿奴，不愿意女儿太早结婚。前段时间，林心如、霍建华和朋友一群聚会的照片曝光，两个人私下里的穿着打扮很低调，只穿着简单的 T 恤，戴着棒球帽，状态很好，完全看不出两人已经到中年了。最后也祝福霍建华生日快乐，希望他与林心如永远幸福，也期待两人能有更多优秀作品。